我们来一个终极的选择，如果一定要选的话，就对面吗？唯一你要选谁？对面三位，这个人就是比较注重魅力跟酒量，酒量。跟这好莱坞的电影模式，最后你们两个就是会在一起。不会不会，错了，好莱坞都是骗人的。改看宝莱坞好了吧？因为刚刚讲到这個，你说他有点喜欢你，而今天我觉得这是你们三位跟他们是好朋友，我觉得都有点可能，都有一点，有一点。那个其实可以试试看，没有可以交换，不一定要就是。你不是女朋友，其实交换没有女朋友吗？没有，不是女朋友。我觉得讲出这种禽兽才讲出来的。这一组哦，比较他阿虎一直在避嫌，没有，真的没有，我觉得怪怪。不然我们来一个终极的选择，如果一定要选的话，我讲真的，讲真的。你干嘛？你干嘛？你转什么辫子？马上练习。因为我怕没有人选我，想说拉个同情票。我觉得玛丽不错了。不是，我觉得玛丽其实问题不是太大了。对，她只要修正一下就好了。她只要脾气上啊，个性上稍微再圆滑一点。我觉得她是一个不错的女孩子，就讲话不要那么咄咄逼人。对对对对，那玛丽她的攻击性太强。你愿意选少伟哥吗？当然当然当然，因为我想看下一组怎么玩。说真的，很懂很懂，没有真的，就是我本来也会选少伟哥，因为阿虎有女朋友，有女朋友是千万不能碰的，谁不能？谁说的？谁说的？你刚不是刚说你不喜欢坏的吗？坏的，至少你会喜欢吧？对不对？我可以劈腿啊，劈腿啊！你不要。先交往就不算合适。阿虎他真的没有女朋友，你是吹牛的吧？是这种行情，他真的有女朋友了。好，拍嘴，小丽拍嘴，而且还蛮稳定的。好，阿虎，没有他我真的不行啦，真的不行。因为我跟你讲，最大的原因哈，我们先讲他的男朋友，我认识，而且很好。那如果不认识呢？你要撇除掉台北的印象，回到很久很久以前，你要 hold 他，就是你刚开始回到 hold 的那个 hold 的那个时候，突然间看见这女孩弄，她一定嘴硬。OK， 那我必须坦白说，真的没有办法，真的不行，真的不行，她就真的不是我的菜，是个好朋友。那你的菜是什么？如果这三个的话，我觉得玛丽比较像。哇，通告来对了。哇。今天最夯是单身最久的玛丽，哎呀，两个人选他。凯凯还没，你要选吗？我现在还来得及换的，我看你。没有，我本来就很喜欢少伟哥啊。对对，他想跟他结婚。我交换当闺蜜啊。对啊，换。好做人的。对，我们做人。是，以后直接跟少伟哥讲。对啊。对他给的一些建议啊、道理啊，可能会比阿虎会比较不一样。中肯。哎，但是少伟哥不喝酒。哇。哈。练他，他可以训练一下。训练，可以了。为了他喝一下，可以啊。好，对啊。少伟哥，你现在应该都多久没有交女朋友？我蛮长一段时间的。好啦，就不然就这一集结束之后，大家就去联谊了。去喝个酒吧。